打成了二垒方向的软弱滚地。哎呀，没有接到，这个要记失误了吧？哇，这个我觉得两个都有一点点处理上的瑕疵啊，因为陈世忠这个球其实就是说打的比较慢，他稍微多等了一个弹跳，所以要快，该有的一个这种比赛的拼斗精神都要有。那这个球有点挤到在右半边的飞球，这一次冉成林就赶到位了，形成了一人出局。需求的一个任务哦，哇，这个球不太妙了。结果二垒手自踩垒包再送一垒，形成了双杀打。那这次双打出现，也结束掉了七局下半富邦的进攻，变相的三上三下。